田口淳之介开唱，空中劈腿还闯进观众席。田口淳之介演唱会，图特约记者吴正张社，2018年3月3日。32岁日本歌手田口淳之介今三日晚间7点半在 ATT Showbox 开唱，他开场一连表演5首歌曲，中途还展现精湛舞技，看似空中劈腿的舞步，惹得满场尖叫声连连。而台上劲歌热舞还不够，他更走到观众席表演抒情歌。嗨翻全场粉丝，他提到台北场是巡回最后一站，开演前心情激动又兴奋，准备的台词都忘光光，更表示这次的 solo 舞台让他成长不少，感谢媒体以及歌迷一路的支持。田口淳之介在没保镖的情况下走进观众席，台下歌迷也相当冷静，未暴动，静静地站在座位上看偶像表演。他也穿坐在各排座位，深情望住粉丝对唱，诚意十足，让人惊艳。在表演完7首歌曲后，他努力用中文问候：“我是田口淳之介，你好，好久不见。”欢迎大家来演唱会。也提到台湾是巡回最终场，所以开演前心跳加速，笑说准备的台词全忘光，但仍让满场粉丝尖叫不已。田口淳之介中在观众席中表演，图特约记者吴正张社，2018年3月3日。田口淳之介在2016年退出团体 Copton 后，自立门户当起社长，除了巡回表演，也正在培育新人。他台上表示，自开始 solo 演唱会至今，一路上成长不少，对于还能站上舞台，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，向住台下用中文填喊，我爱你们，你爱我吗？再度让全场尖叫不停。田口淳之介还提到昨天接受了报纸、网络以及杂志的访问，今天的演唱会上也有记者到场采访，希望粉丝能支持这两天他的相关报道。田口淳之介演唱会，图特约记者吴正张社，2018年3月3日。